飞碟说知识从未如此性感，飞碟一分钟每周一至周五更新。闺蜜周末在家开 party， 非要调点鸡尾酒露一手，这种上档次的事儿怎么能少了我呢？作为鸡尾酒 top one， Margaret 是必须的。先把酒杯冻冷，取出，倒扣在沿粒上旋转几次，沿边就挂上了。再把30毫升的 tequila， 15毫升的橙酒，15毫升的橙汁加冰块混合摇匀，倒入盐霜杯，酸甜清爽，肯定人人都爱。男人的鸡尾酒 Manhattan 也不能少，40毫升 whiskey， 20毫升味美思酒，再加点苦味利口酒 ，Coke and Strong Direct， 喝这种酒的男人最 man 了。闺蜜自己不爱喝酒，那怎么办？水果和柠檬切块，白砂糖和水1:1做成糖水，混合起来捣烂，再加冰块、朗姆酒和汤力水，水果鸡尾酒酸甜可口，还不容易醉。Oh shit， 别忘了 Bloody Mary， 先加冰块和柠檬汁，接着是 Vodka 和番茄汁，再加少量盐、胡椒粉、辣椒油，搅拌均匀，那口感又咸又甜又 spicy， 特适合嘴刁的主。酒精过敏的人和小朋友可以喝灰姑娘 Cinderella等量的橙汁、柠檬汁和菠萝汁混合摇匀，完全 alcohol free 哦。扫码关注飞碟说微博微信，教你做带感的年轻人。